也不是什么特别，就他一定要留院。他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给人吃掉什么那个，就是饭摊，没感觉，没感觉。怎么去看医生的呢？他第一腿肿，腿肿了。嗯，好的。然后第二一个呢，就是看他走路吧，他想往这边走，他那腿往那边迈。他们看这个手什么不一样？啊，不，那个他倒都没事，是吧？这儿那那那那那他自己在家他都是，现在这些老太太们都是有文化的老太太，你知道吧？他妈的，完了，他们都那个去查这些东西，他手机电脑玩的好着呢，是吧？对，他自己都查得很清楚。那实际还是。栓塞是肯定的，对对对，但是就是说到什么程度的问题，他从这走向方向方向，对，就这医院里边，他推着那个窝坎啊，完了你一看那脚就是瞎他妈迈的，对吧？人让他往那边走，他往他那个脚是往那边走，还正直乐，我操！这你他你完问他，因为他好多时候是。What the-
是吧？哪？看谁呀？
Thank you.
都没发现，没就今天早上起来。他就说，昨天我打完我没怎么，没有其他账，没打完，一直是有，因为昨天我没怎么费，我算了吧。我刚发现。昨天有飞鸟吗？教训吧。教训吧。我就说有的时候刷卡的时候。但是呢，我一定要吃到，我不吃到不行，我不会什么回家再洗，凉水我也要洗，所以呢，就洗澡的时候不就等于像打扫一样吗？对啊，应该有戏啊，但是一口都没有。啊？哎，我们上，待会儿你和三个女的啊。你还是要稍微下点，还有一个。对啊，你也要盯上的，你差半步就不行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！你不能失误。这这这，我讲，特别是你那个。Thank you.
Thank you.